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游戏里，老玩家经历了大量版本，应该都会记得各个版本的神枪。但是这些神枪被光子改动之后，直接就被毁掉了，比如 M249、M24、SCAR 等等。那么光子为什么不加强他们呢？原因至少有三个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一，有其他武器替代。由于光子不断在推出新武器，这些武器被改动毁掉之后，马上就会被新武器替代。直接就无缝衔接上了，因此光子就不会想加强了。二，跟随端游改动，在和平精英里不少更新，其实都是跟着端游改动的，其中武器属性更是如此，因此光子也是有苦衷的，擅自回调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三，凸显强势武器，这些武器之所以不以难加强，就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能体现强势武器的厉害，如果把它们都增强了，那官方强推的新武器人气就会很低。小玩们，你希望什么武器的属性回调呢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！我们下期见。